继续来看应景的活动，彰化市联兴国小举办一场真无同款的圣诞感恩活动。除了学生的才艺表演以外，家长会更加是出动空拍机，或者囡仔熟悉即马真界行的科技产品，甚至阁用这个大型的空拍机在糖仔飞去哩天顶压落来，囡仔是抢糖仔抢甲真欢喜。甘仔糖对天顶落下来，每一个小朋友是赶紧抢。趣味的节目是彰化市联兴国小的圣诞感恩活动，家长会出动即马上夯的空拍机来学校，除了让囡仔了解使用空拍机的正确训练以外，上趣味的是佮利用大型的空拍机在糖仔飞去哩天顶，然后甲糖仔压落来。圣诞节。为什么学校要做这样的活动？因为耶稣诞生，然后搞啊让我们开心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让我们有惊喜。校长讲，为着圣诞感恩活动，全校的师生利用下课的时间以及艺术人文相关课程，积极伫咧准备，让囡仔熟悉无同的文化节庆。想说要结合目前科技教育里面呢比较有趣热门的空拍机，然后来融入我们这样子一个教学，也让小朋友们呢在透过圣诞节感恩活动里面，然后可以了解到科技的一个新的趋势。因为联兴国小内底有真侪是原住民的学生，校方嘛利用圣诞感恩活动的机会，和原住民的小朋友展现才艺，让囡仔更加了解多元文化融合的精神。大中新闻电视梁中华采访报道。